主料：鸡块350克，香菇100克，胡萝卜10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姜、蒜、生抽、生粉、葱花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鸡块用姜、蒜、油、盐、生粉、生抽等腌20分钟左右。香菇洗净对半切开，胡萝卜去皮切成片。热油锅下鸡块炒香至七成熟，倒入香菇和胡萝卜片炒匀至全熟，加盐调味，最后再下点葱花即可。烹饪技巧：煮的时候如果太干可以加一点水，但香瓜会出水，注意别加太多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